这又是一场中美对决，放假不停工，热点全追踪。今天的参考消息一如往常，将全球热点新闻与评论一网打尽。根据用数据看世界网站的数据，全世界 45.3% 的人口已接种过至少一剂新冠疫苗，但穷国仍在焦急地等待疫苗。美方是否会像有外媒所报道的，认定中方未履行经贸协议，并采取一些不得人心的措施？